當時我仔咧吸毒就俾人拉咗，好唔開心咯。自己係冇時間去照顧佢，冇時間同佢講嘢，係咪自己嘅錯搞到佢咁樣咧？而家咧有時間就同佢傾多啲偈咯，抽多啲時間咧初陪下佢，即係談天說地都好啦。知道佢諗乜嘢嘅就已經係好好。希望佢唔好再掂啲毒品嗰啲嘢。不可一，不可再，向毒品說不，向噩夢說不。